这个年代谁能没有一些偏见，但不必张姐也没必要上纲上线，笑话别人不应当，但只是事实做一点夸张，没人诚心攻击你家乡，就为好玩不用太慌张，网络的世界千万别错过，毛片网络时代的魅力就是那么多，毛片每天都离不开，毛片全世界都明白，毛片是它让生活变得更精彩，毛片普通朋友最佳损友永远是朋友，一颗苹果也放吸血鬼，这算什么？每天都是一样乏味的游戏，你的话你的梦没人在意，如果觉得自己孤单无力，就跟我来把一切都忘记。哇哦都是真货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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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我从不会怀疑你也会把你的一切给我，明白你的每句话，却不知该怎么回答，只因为我已经爱上你，因为我都明了，有些事总会改变，我们也都明了，太美丽的心愿很难实现，现在就该回